光，对方可以消业障。啊，所以每一种功德都要做，那这样你才可以帮助不一样的生命啊，它不一样的苦。就像各位今天我们布施这么多食物，那你布施这么多食物，就算你现在身上没食物，当你在讲话念佛的时候，饿鬼道就不会肚子饿，因为你经常在施食，你讲话的声音它不会肚子饿。那各位知道如此，所以各位经常布施水，用水来念大悲咒，来上供下施。以后你身上喝的水，包括你去上洗手间，你的水都可以利益众生。所以佛法不可思议，了解如此，所以我们太多好事可以做了，所以这个生命，人生难得，不要浪费，哪怕只剩下3个月。都要用你生命的每一寸，就像各位，今天你的头发好不好用？头发烧烧看，那味道香不香？要不要现在烧一下？头发味道，一点一根，那味道就很强啊！所以佛陀的头发8根毛放在缅甸，缅甸就变佛教国家嘞。所以各位，你有守戒律，你又吃素，不得了啦！你一根头发交给你孙子，放在口袋啊，骑摩托车都不会跌倒。因为你吃素人的头发不一样啊，所以为什么你要守戒律守多一点？你的指甲都可以利益众生，你的头发可以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守戒律不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守戒律的功德，我守五戒，我吃素，我守八关斋戒，我守菩萨戒，那你全身上上下下都是功德，这个就是菩萨道。那最后你功德圆满了，叫佛嘛，就这个意思。佛的名字可以利益众生，现在叫你的名字烦死了，没功德。啊，你成佛了，你的名字可变成功德了，你的相片变成功德了，啊，所以你写的字都变成功德了。所以各位以后没事要拿着毛笔，维护法师啊，帮我写一个阿弥陀佛，贴在家里。你他老法师写个阿弥陀佛，他出家20年，那个字就有20年的功德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以后看到说，哎呦，这个出家人出家30年，哎，帮我写个无病发财，贴在公司，哇，30年的功德，所以各位，因为你修行了，所以你写字有功德，你的声音有功德，了解吗？以后你死了，连你的骨头都有功德，就这个意思。佛的舍利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，所以你做爸爸妈妈的人，你就算死了。你的骨头乃至化成骨灰，你的子孙拜你，子孙都还得到你的功德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修功德，你福报不好啊，杀生啊，爱吃肉，你的子孙本来很健康，去拜拜阿公回来就生病，因为阿公在吃肉了，阿嬷在吃鸡肉了，这样，那你不害了你子孙吗？那这佛教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互相影响。时时刻刻在影响。像我自己都很，我就很有信心。我爸爸只要生病，以前呢，痛，他就打电话给我。我只要跟他讲话，他就不会痛。我还知道我还有一点用啊。因为这样我就很有信心。哦，那我要更认真。所以我爸爸说，他再怎么痛苦啊，他不会念的。他只要我念，我念个药师咒，他痛就不见了。他以前膝盖在痛，只要我回去，他不是。拿念珠要念佛了啊！和尚儿子念珠给我干嘛？放在膝盖，这样就不会痛。然后不痛了要交给好好念啊，下回 他把它当做充电用的。但是我认为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出家对我爸爸有帮助哎，对我妈妈有帮助哎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就会更认真，要了解吗？所以各位，原来我们每个人所做的，在佛经叫功不唐捐呐，就是说你所造的业，这个力量永远存在，叫业力不可思议。所以千万不要造恶业，但是要积极造善业。像我们缅甸的出家人最喜欢拜的，念一下希瓦里，这希瓦里各位知道站着拿着伞的那个叫希瓦里，希瓦里功德多大？只要走到哪里。空的钵都会装满菜，他后面跟100个出家人，100个出家人
永远钵里面都会满满的财，希望你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福报。所以佛陀就跟那些没有福报、托钵托不到钵的，那你们就跟着希瓦里，希瓦里往东就往东，希瓦里往西你就往西，因为希瓦里累世供养三宝，帮助贫穷，所以他叫福报第一希瓦里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啊，那另外一个乌巴古，你们叫新乌布古，对不对？新乌布古他福报也很大，水中佛。他不但水中佛，他可以消除魔鬼。如果你身上被魔鬼附身啦、或是有人要伤害你，你只要点一盏灯供养乌布古，跟他祈求，那个障碍就消除，鬼都消除。所以阿育王能够在世间盖这么多佛塔，就是这个乌巴古尊者帮助他降伏魔。特别哪一个地方有蛇，蛇特别多的地方，你就请一个乌巴古尊者放个水放在那边，蛇不会过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说，这些菩萨他修行的目的是为了别人，所以你在这个世间造什么善业就会影响别人。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上课，突然砰，电停掉了，为什么？一个偷电的人跑进来了。这个人一进来，我们电就跳掉了，了解吗？好的也会影响别人，坏的也会影响别人。所以佛教讲空性，什么叫空？念一下，互相影响，互相依靠。那佛教讲缘起性空。啊，所以佛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善可以影响，恶也可以影响。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个世界，也帮助别人，帮助自己，你一定要存善心，好的心，讲好话，一直做好事，你走到哪里，那个世界会更好。啊，像你这个人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一直忍，已经慢慢不生气。这个人本来两个要吵架，你一过去，他们两个就不吵架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充满欲望的地方，他们在赌博，充满欲望。佛陀一出现，每个人都没有欲望。啊，那你这个人爱发脾气，爱发脾气，本来这两个人讲讲讲，快吵架了，你一过去，两个就打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过来了。你这个爱发脾气，你过来，害人家打起来，因为你也会影响他。然后你这样就等于造了一个很不好的恶业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了解如此，各位，你希望你儿子健康，你希望你的亲戚朋友健康，那你吃素，你多放生。像各位今天布施米做药供，你会不会影响他？他病就会好一半。所以一定要让自己修成像药师佛的果报。药师佛说：“你看到我，你想到我，你念我名字，你都能够消病苦，因为药师佛成就了这个功德。”所以各位为了让别人长寿健康，多放生，好不好啊？多救命。为了让别人有钱、身体有力量，多布施食物。这个叫菩萨道，菩萨道做这些都不是为自己，因为你会影响别人，啊，会影响别人。但是我们希望，因为这个世间没有不互相影响的，叫缘起性空。空不是没有，空是一切存在都是互相影响、互相的关系，这样而已。那既然如此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，记住这句话。我们今天在东芝观音寺所做的功德，会不会影响美国？会。会不会影响地狱？会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佛经说，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像明天初一哦，各位如果明天能够吃素啊，守一天八关斋戒，地方上没灾难。因为一个人，东芝有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东芝就减少很多灾难。所以每个人都在影响世界，这个叫一心造十法界，所以你的心态会影响佛陀，会影响天神，会影响地狱，会影响爸爸妈妈，会影响儿子。那既然知道如此，所以我们要一心念佛，保持在最好的身口意。那你走到哪里，就像一朵佛教叫莲花。这个世间虽然是肮脏的、痛苦的，但是突然出现一朵莲花，代表清新啊、柔软啊，好有意思啊。所以一个人愿意为众生而修行，这个叫世间莲花，这叫菩萨的意思。那各位了解如此，
你不要生气，为什么？你先生脾气不好，那我不要发脾气，我忍。哎，我多念阿弥陀佛，他脾气就改变了。啊，如果你打电话说你不要对我那么凶嘛，他就打你一顿，你乱讲话。你跟他讲没有用，啊，佛法是告诉你，用这个缘起影响对方就好了。所以对方很凶，那我就变成很慈悲。为什么？魔王要伤害佛陀，对，魔啊，那佛陀没有变什么魔术，用神通啊，佛陀就想到我如何修慈悲心呢？魔王的嗔恨心，所有的武器就变莲花，这样了解吗？佛陀用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，很简单。啊，你不见得说今天你在路上走，有一个男人想要抓你、强暴你，你喊警察没有用，你赶快心如莲花，Om Mani Padme Hum 啊，甚至想着我生生世世不邪淫，你想了这个，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就改变了。啊，今天有人拿一个毒的硫酸要伤你的脸，伤你的脸，让你毁容，但是那个硫酸泼过来了，你那个时候没有恨他，哎呀。我同情他，阿弥陀佛，那个硫酸变成水。各位，你一定要相信，这个就是佛法啊！所以一切都是你的心造成的。今天有人骗你的钱，那你想到他啊，他好可怜啊，一定我过去骗他的钱，所以呢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跟他计较。哪一天他需要钱，我还要帮助他。这个人不但不偷你钱，他本来偷你钱还要杀你。结果你起一个好的善念，他不但不杀你，算了，不偷你钱，离开了。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念头改变，世界改变，坏事就变好事。但是好事为什么变坏事？因为你念头变坏了。所以各位永远要掌握这个道理，不要怕，不要恐怖，不要嫉妒，不要担心，因为你越担心，它越发生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好怕我儿子生病，我好怕我儿子，他就病恹恹给你看。哎，我懂得药师佛，我为他念药师佛，我替他往生，他一定会很好，他就变得很好。念头很重要，跟你自己一样。医生跟你说，你3个月来检查，你可能癌症，你就想啊，我癌症啊，我癌症，1个半月你就死了。啊，医生跟你说你得癌症3个月啊，没关系。那我就借这个机会不要上班，我天天去放生做烟供。哦，法师说做施食消除癌症，对不对？你去给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啊，这个没事。所以我们前几天有一位女菩萨，她得肝癌，2公分半了，没办法睡觉啊，找了多少人跟我讲啊，海涛法师啊，救命啊，2公分啊，癌症啊，如何如何？那我们就帮她做功德，跟她回向。结果他那天检查，医生说这没关系的，这脂肪肝啊，可不可以改变？癌症都会变脂肪肝。我就是这样出家的。医生带我妈妈去看，带我去看，我妈妈得胆癌，然后可能影响到胃癌。医生说这个很困难，一定要开刀化疗。结果我发愿好好修行，乃至出家。我那时候跪着诵地藏经啊，希望我将来。我为我妈妈，我一定要出家，我就这样，啊！结果我妈妈不感觉到痛，3天她又到别的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没事，发炎。哎，我妈今天还跟我讲，我哪有得癌症，是你讲的。我说是，没有最好，没有最好，但是我相信，因为你改变了，妈妈改变了，啊！所以各位，人可不可以影响别人？可以，所以利用这个方法，所以你要世界好。世界就变好，啊，一切都可以改变了。这一杯水可不可以变成甘露？你有慈悲心，念阿弥陀佛，它就变甘露。水有八德，变成甘露水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6道清凉。一杯水很虔诚的供佛，加上悲心回向给鱼，一杯水可以超度整个东芝吃掉一年之内吃掉的鱼，通通超度。佛经这么说，相不相信？最重要，一杯水拿来供佛，可以超度84000个鬼升天。84000的鬼，恶鬼升天，因为一个悲心加上一个水，力量就出去了。每次一下雨，你不要说啊，干嘛下雨？你要说下甘露了，这样。
了解吗？然后水就变甘露，然后你念观音菩萨。